来到了这里啊，有些事情要先请各位朋友们稍微配合一下啊。如果有拿遮阳伞的，可能要稍微收起来，或者是拿低一点点，确保比较后面的朋友也可以看到大雄的英姿，你们说对不对啊？哎，对嘛哈，有拿遮阳伞的，把它放低一点，不然就是稍微把它收起来一下啊。就这么一小段时间而已哦，应该不用超过9分钟。来，马上就为各位介绍。之前呢，先让他自己跟大家打声招呼哈。来，大声点，预备，起。哎，相当有精神的问好，就让我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海洋公园的天王巨蜥，他的名字叫做大雄，属于加州海狮的品种哦。现在的年龄呢，10岁，性别是男生，体重重达250公斤。我告诉各位，有没有觉得他很胖？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好不好？哎，全场都在嫌你胖，给你看到了没有？我就跟你说，要多减肥，多跑步了。不过呢，他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让各位朋友们可以知道，他有异于常人厉害的地方。先带来一个基本功的展现，他叫做撑臂举尾，尾巴举起来。紧接着呢，咱们的训练师会拿出3个圈圈，要分别依据不同的套到他的头上，是不是可以每一个都接到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啊！第一个圈圈大球，起接好，不错。第二个圈圈当然也不要放过他，嘿，很好。第三个来点不一样的啊，翻转的大球，挑战你的难度极限，可千万要小心接好。哎呦，掌声给他鼓励一下。从刚才到现在，各位有没有发现到海狮这种动物呢？它的前面的一对前鳍啊，非常的强而有力。像刚才超过200多公斤的体重，我的天哪，光用一对前鳍就给它撑起来的。另外呢，它的眼睛也很锐利哦，不管黑色、红色、黄色的圈圈，都可以很精准的把它给接住。再接下来呢，我要找一位志愿的观众朋友。来跟他玩一个很简单的互动的游戏，而且这个只有女生才有这个权利，有没有人要下来的？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来，这一位，好，举着右手的这位小姐，好了，来，掌声给她鼓励一下。好，来，请下来到我们台前。根据呢，天王巨蜥啊，私底下有向我透露过，他本身就喜欢像这样子，非常勇敢，非常有自信。最主要呢，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女孩子哦，是这一位哈。哎，对对对，造成了天大的误会了，真是不好意思啊。来，请下来啊。哎，就一个就好了，对对对。哦，一次3个，我想说他受不了啊，你来的太多也没办法。好，来，来，小姐，请问您贵姓？好，钟小姐你好，请问你从哪里来的？哎，北部的朋友对不对？来，有没有其他来自台北的朋友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好不好？哎，蛮多的，来，嘿，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首请放下。那来自板桥的钟小姐，你看一看大雄，今天来到这里，站在他旁边，有没有感到紧张还是害怕？你不要怕了，他才10岁而已，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好，大雄，请一个。好了，来，大雄，预备，预备，来喽！哇，好可爱，掌声鼓励一下。哦，钟小姐也很可爱，感谢你的捧场啊，请回座。那大家由此可见，海狮就是这么热情的一种动物，尤其像这个训练过的大熊啊，更加可以跟人类成为很好很棒的朋友。不过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今天都不知道大熊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就让我来对他做几个访问，顺便让大家看看他的心情好还是不好。熊哥，拍谁哈？我问你啊，你看到今天来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来看你表演，老实讲，高不高兴？好好，高兴，好，来拍手。好，第二个问题，请问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啊，没有，好，没关系，这样好不好？我发觉啊，刚刚你亲爱这位钟小姐长得很漂亮，如果以后你可以找到一个像钟小姐一样漂亮的女生当做老婆，那你觉得怎么样？掌声也给她鼓励一下，真的是风趣又不失幽默。好了，今天的大雄
呢也表现得非常好。马上呢，我们还有准备这个几位呢母海狮都非常漂亮的本日首选美少女要出来跟大家见面啊、哦。那他就不得不先回后台休息了，在这里就先带着这位天王巨星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到齐了，看到了没有？这清一色全部都是母海狮。马上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从右边到左边依序算过来，分别是大牛、小丸子、多多还有皮皮。再给他们这两位辛苦的训练师一次热烈的掌声鼓励。好的，那接下来呢，即将会是一连串的体育竞赛，怎么进行呢、啊？先把现场的海狮朋友给瓜分成两支队伍，大家可以看到，在各位左手边这两位呢，皮皮跟多多属于红队，右手边小丸子跟大牛属于蓝队。待会红蓝两队比赛对抗的时候，哪一队得分或者是进球，我们都要毫不吝啬的帮他们拍手鼓励哦。马上进行的是第一项比赛，就是体操项目的比赛，做体操。然后呢，在这里呢，非常有荣幸的先邀请我们红队的选手出场，掌声给红队鼓励一下。在体操方面呢，派出的先发选手是红队的多多，仔细给他看好，开始，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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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上，下。上，掌声也给他鼓励一下，一百多个大风车转转转转转转转，哎哎，皮皮跟着下来一起随之起舞，这两位海狮在舞台上派出两个无可匹敌的元素，哎哎哎哎哎哎，你看吧，太水了，这个转过头了，头有点晕了啊，刚刚水里面去了，没关系没关系。红队这里呢，似乎没有表现很完美，重点还是看蓝队的表现才可以做出最后胜负的决定。也给蓝队一次掌声鼓励。在蓝队这里呢，就干脆是派出两位选手，想必是要带来更具有默契的体操动作的演出，请大家看他们这个怎么诠释出这个体操的厉害。看清楚，开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换下，上，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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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皮皮真的是跑去捣乱的啊！那你不要用这个扰乱战术，我们蓝队直接开始下，上，下，上，很好，地板动作一样大风车，掌声也先给他鼓励一下，因为你们的掌声如果越来越大声，他们就一定会转得越快，会很像两台高速的电风扇一样。很好，谢谢。看到了吗？还有 ending pose。好来，这一场体操比赛呢，各位朋友，你们就是现场的评审了，就让我们举手来表决，认为红队获胜的请举手。耶、yeah, ，不到十个人，好开心哦，赶紧放下。认为蓝队获胜的请举手。全场通过了嘛，掌声再给蓝队鼓励一下。好，来，体操完毕之后，马上就进行更加刺激的篮球比赛。篮球比赛采取抢分的制度，哪一边先抢到了三分，哪一边就可以获胜。四位选手准备好，篮球比赛开始。好的，首先抢到先发跳球权的是哪一位呢？就是我们蓝队的选手，可是呢被人家抄了球之后，对，现在机会就是你的了啊！你已经来不及了，你看被人家抢先了吧？好，来，现在呢球呢就落到了场中央之后，被谁拿到了呢？哎呀！蓝队的选手可惜被红队从中防守，又突破了防守，蓝队赢了之后，红队赢了，哈哈哈！哇，今天你真的会很累的样子啊！好来，又回到场中央了啊！现在呢，红队的选手拿到这一颗球，他到底是不是能够突破蓝队的防御？不是，拍谁？这个是蓝队的选手，哎呀，来到篮下要来一个跳投，可惜被蓝队的破防超球之后，现在皮皮，哎呀，不是，是小丸子啊，来到了篮下抓板。好，又用到这里之后呢，落到谁的手上？皮皮的手上，插板过的一个比数二比红队，目前
他已经呈现落后一分的状态。蓝队选手如果这时候没能防守的话，蓝队就会赢得篮球比赛的胜利。可是呢，现在红队已经竭尽全力，一直想要把蓝队给阻挡在外，可是呢，速度没有他们这么的快。哎呀，直接把他正面超球之后，红队获得比分的比数2-2，红队跟蓝队呈现平手的状态。到底谁可以赢得最后的胜利呢？这一场比赛，哎，简直就是，哎呀，这一场死战啊！哇，到底谁可以赢得最后？3-2，比赛结束，篮球项目获得胜利，就是红队，掌声给红队鼓励一下，耶、yeah! ！好的，这个红队表现得很好，在篮球比赛赢得了正当的胜利，用3-2的方式哦，表现得真的不错。那刚刚的篮球比赛完毕之后，马上直接进行排球比赛。排球比赛是要让各位朋友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海狮除了在水里面动作很灵活之外，连在陆地上当然也是称霸一方。现在呢，排球也是打三分，三分定天下。第一回合，预备开始。OK， 这个发球被球挡住，回来之后就落到大哥手上，那个球平小丸子多多多，两队的球都呈现来往互相让的情况，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几位在排球方面似乎都有一定的造诣，但是到目前为止还都不能分出胜负。哎呀，蓝队获得了一分，比数1-0，蓝队领先了一分，看来蓝队比较厉害一点点，红队可要加油了。第二回合开始，好来，这个发球被挡住，回来之后目前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蓝队是比较占上风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蓝队自从赢得第一分之后，那个情绪就势如破竹的一直往红队的前程攻过去，倘若红队的防守不能做，哎，蓝队获得第一分，比数1-1了啊。刚刚那一球很有杀气，可惜呢角度不够啊，没有过网，但真的是很撩啊。来，第三回合开始，哎，现在两队呈现平手的状态，在蓝队刚刚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的状态之下呢，哎，他们是否能够在这一回合当中真正的公平正大的再多赢得一分？那不过也得看看红队漂亮，蓝队获得第二分，比数呈现2-1，蓝队领先了一分的啊，红队要加油了。第四回合开始，好的。这个时空转播到目前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已经没什么好讲的啊、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蓝队的选手，他们简直这个一拉一唱，又获得了第三分的嘛！3-1，比赛结束，排球项目获胜的就是蓝队，掌声再给蓝队鼓励一下。蓝队表现得很好，3-1的方式赢得比赛的胜利。不过话说回来，红队这里输了比赛了啊！哎，知道不好意思就好了，等一下要加油的。来，刚刚呢都是大会指定的题目，马上进行的是个人自选加分题。要先派出的是蓝队的哪一位呢？就是大牛小姐，会给带来两个连续的动作。第一个，顶球翻身，看清楚，柔软度的展现不到0.2秒完成。1、2、3。转过来，接下来难度更高的表演，单手举挥顶球，一只手举起来，动作很厉害吧？马上就加给他额外分数50分，再来把球传给红队的选手，这是谁呢？李平，为哥带来的是模仿大牛的加分动作，不过是听说更高难度的哦，他必须把球传到高空中的一瞬间，身体在球落下来之前要旋转360度，而且呢不能跌倒又不能掉到水里面，漂亮，75度角，单手举挥顶球，一只手举起来，动作非常的精彩，加给你100分，再给红队的皮皮掌声鼓励。好的，现在呢，战况报告，两队目前的比数，红队的皮皮刚刚得到了100分，很好。蓝队的大牛刚刚得到了50分，不错。在战况这么激烈当中啊，就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顺便为哥带来一个很特别的娱乐节目，有多特别呢？特别到全世界只有两头海狮会做，想不想看？好，天气这么热，不要再拖大家太多的时间，马上跟各位介绍其中一位，最右手边的叫什么名字？大牛，很好。现在呢，
当我数到三之后，请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在大牛的脸部表情上，一定要仔细的看好哦。数到三就来喽，一、二、三。有看到吗？要不要再一次？好，再一次，前面一点，我们再做一次。全世界只有两头海狮会做的动作，当然不能再错过啦。看清楚大牛的嘴巴喽，一、二、三。掌声再给他鼓励一下。好的，就直接邀请红队的皮皮要带来接下来的嘉宾的。那上了跳台之后，威哥带来这个举世独一无二的动作，叫做单手举尾跳水。重点在于他的流畅度，可看清楚到漂亮。加上五十分，号称深水炸弹的多多，体恤大家呢这么的严重，要给大家稍微凉快一下。花越大，分数越高。第二波攻势来喽！俗话说得好，正所谓什么叫做无三不成理，就是第三波攻势。再给红队一次掌声鼓励。好，来，红队带来的跳水非常的不错，都各加五十分，比数已经形成。红队比皮本来的100分加了50，又加了50，就等于200了嘛。对上蓝队这边，刚刚他们只有50分而已，我直接来问好了哦，有没有加分的动作啊？蓝队，掌声也给他鼓励一下。好的，那蓝队呢，又是派出两位选手，下一次要带来更具有惊天地泣鬼神之动作，相机摄影机可准备好了，他们要在同个时间地点完成最厉害的演出，海狮两姐妹献出了水中后空翻，同个时间停水过水，造成全场轰动，掌声再给蓝队鼓励一下。高分300分就非他们莫属了，那新的比数形成，蓝队350对上红队，我忘记了多少啊？200，好，谢谢。皮皮，你也听到了，你们的分数落后，你们动作比后空翻更精彩，要表演的，皮皮有没有？没关系，多多有没有？多多有，那我先不说话，仔细的看好，预备，起立。如果想要看南极的企鹅，根本就不用到动物园，这里就有在模仿了，对不对？这么精彩的动作决定加给你2分。好，无动于衷，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好，来，这样好不好？我加给他个人最高分150分，比数形成，红队原本的200再加150，就等于350。哎，那不就跟蓝队平手？可是大家稍微回想一下，一开始红队他们输了体操，又输了排球嘛，对不对？再给红队一次机会，还有没有加分的动作啊？红队，他们也很辛苦啦。在宣布胜负之前，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讲一下，今天的比赛无论谁输谁，我们一定要保持运动家的精神哦。小朋友要记好，胜不骄，败不馁，哥哥带来相亲真爱，请一个拍手。他们还是非常的有爱。来，我要宣布今天获胜的队伍，当然就是我们的蓝队，掌声再给蓝队鼓励一下。他们做过的双人水中后空翻就这么样的一鸣天下，赢得了胜利。不过呢，红队这里虽然输了，也带给大家不少的欢笑，也给红队是掌声鼓励。好嘞，最后就带来这几位海狮朋友这个在位的手势，预祝各位能够在远雄海洋公园度过最难忘的一天，海狮眷顾大家永远愉快，身心健康，谢谢，拜拜。Thank you.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难得来到这里，想必一定是想跟我们的海豚朋友们打声招呼，认识一下，对吧？来吧，现场的朋友们，一起准备好你们的热情，来喽！大声的跟海豚朋友们一起说声 hello。接下来提醒各位现场的哥们，准备好你手中的相机还有摄影机咯，因为呢海豚哥们即将呢要用最快的速度游向大家的眼前咯，来仔细看好咯，可以看到哪一只海豚游得最快最好的海豚哥们都是游泳高手，因为呢他们最快一小时可以游35公里，而接下来海豚哥们准备用最特别的方式来跟现场的哥们打声招呼喽，来吧，一起准备好你们的双手，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还有欢呼声。好，现场的朋友们相当的热情哦。不过呢，在这里告诉大家，海豚啊拥有相当多的优点，尤其是他们的听力还有视力，不要看他们眼睛小小的哦，他们的视野啊可是有360度超大广角。来吧，一起深深的双手跟海豚挥挥手。海豚朋友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哦。除此之外呢，海豚生长在蓝蓝的大海里，是属于平民小海豚。而接下来，海豚们正会用它最可爱的小前鳍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喽。有没有仔细看到海豚们可爱的小白兔？它们的小白兔啊，相当的特别哦。可是会随着浪花形成一种保护色，同时呢，可以避免敌人的攻击哦。而接下来。准备展现跳高能力哦！来，现场的朋友们，睁大你的眼睛，仔细看好喽！就在这个时候，海豚朋友们准备出发，准备就要向上跳起来了！掌声鼓励！好，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海豚朋友们可以做出这么困难的动作？其实呢，都是因为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小尾鳍。来，点掌声！相当的特别哦，一般鱼们呢是左右摆动的，但是呢海豚朋友们则是上下摆动哦。而接下来海豚朋友们准备用它与众不同的小尾鳍，就在水中准备要撑起它300公斤的身体站起来向后行走，更精彩的画面还在后头，他们要离开水面要上舞台，来个最大的掌声吧。海豚流线型的身材是不是相当的可爱呢？其实呢，海豚啊，一天呢要吃到10到15公斤的小鱼，才能拥有这么可爱的身材。而海豚的体重呢，可是重达200多公斤，身长呢200多公分哦。好，有没有看到上方的红球又再次的降下来了呢？来吧，海豚们准备表演更高难度的动作，来仔细看好喽。向上空中转身，厉害！好，来吧，现场的朋友们，刚才海豚是不是没有打到球，对不对？来，现场的朋友们再仔细看好喽，再给海豚一次机会，来喽，仔细哦，海豚加油喽！好，就在这个时候，海豚朋友们再次的出发，准备就要向上。还有摄影机，随时捕捉精彩的画面。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你们热情的掌声，记得先给他们哦，谢谢。
实际年龄啊，只有在6岁左右，所以呢，有时会耍些小任性，还有小调皮。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训练师来长期的教导他们，训练他们，才能拥有这么完美的演出。好，来吧，现场的朋友们，不妨呢，再次的伸出你们的双手，掌声谢谢他们吧。大家的掌声。好的，现场的朋友们，大家难得来到这里，想必一定是想多认识一下我们的海豚朋友。而现在呢，小豆苗在这里跟大家借一点时间，来介绍我们的海豚朋友们，给现场的朋友们认识一下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上方的大荧幕吧。加油！游戏的朋友们，没
有关系，因为接下来的游戏所有的朋友们都参与到喽。首先呢，在这里告诉大家，海豚准备要踢足球喽。来喽，现场的朋友们仔细听好游戏规则喽。首先第一点，所有的人将你的背靠在椅背上，统统往后坐，把背靠在椅背上。第二点，随身护手机、相机、摄影机、电脑、雨伞，统